狗怀孕要多久才能生产？张安谷，职业兽医师。一般狗狗的妊娠周期平均在65天左右，从狗狗最后一次交配开始，往后推迟65天就是狗狗的预产期。因为母犬之间它存在身体差异以及品种差异，胎儿发育也会有所不同。有些狗狗大概在60天进行分娩，有些狗狗也会晚2至3天才进行分娩。狗狗在生产前会出现嚎窝、焦虑、坐立不安、来回走动、频繁抓挠地板或者是抓垫子的情况。即将生产的狗狗腹部会收缩，生殖器口会有分泌物流出，乳头可以挤出奶水，有的狗狗还会发出叫声。建议宠物主人提前准备好接生用品，比如说干净的线、消毒剪刀、干净毛巾、手套等。如果出现难产，及时到专业的宠物医院求助。